港龙航空创办人曹光标孙女曹荣惠嘅婚礼，邓永昌都有出席噶。佢话会送一件艺术品俾对新人，不过被问到仲有冇带埋其他朋友嚟，佢就答咗一个好难明嘅答案啦。我阿咩又喺度啦，嗰个肥婆得嚟啦，即系安德利公主嗰个前妻啊 ，Sarah。哦，系啊，得你等。好啦，我哋知道公爵夫人系边个啦？呢、這个婚礼咁特别啦，下次到你个女结婚嗰阵，你会唔会都好似咁样搞大佢啊？最紧要问佢，但系一定唔夸张。有咩？因为咧呢、這个咁嘅宴会咧，起码要使即系千万以上。你都有啫，你。我啊，情愿。都有咁嘅钱使，都有咁嘅钱使啊！不如使去。咁我哋就直接问翻你个女邓爱嘉啦。第一次带男朋友 Christopher 出席公开场合嘅佢，就话同男朋友拍咗两年拖噶啦。都差唔多要结婚啦噃。有咩经历啊？我谂婚礼结婚会，我谂都系单单点。我谂都而啱啱忙完大仔婚礼嘅霍震霆，被问到启刚同埋晶晶会唔会喺保定再摆酒，佢就话应该唔会啦。咁你会出席之前话出席之前话，同埋咧话你哋国家咧合唔合国？有啲传闻，有啲传闻，你解释啲先啦。我哋坐嗰啲廿万座，你系边个？系咪冇件咁嘅事啊？系嘛？开心啲。